朋友们，今天我们是这节课是墨法写生。墨法写生的这个课程目的，就是要求同学们经过用墨，用各种不同深浅的，也就是说浓淡干实、黑白灰的不同层次的丰厚的墨法，来进行对景写生。只有这样的，通过这样训练，我们呢，就会对我们的南方这个充裕的、有这个朝气的、湿润的石墨法或者是干墨法的混合，能够达到对景的描绘的这个完整能力和描述能力。第二点，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墨法的演进以后呢，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地域的这个特点呢，可以表现得更充裕、更有这个我们南方的这个湿润的这个桂柏的这个漓江的山水风光这么一个要求。下面呢，我们再说一下我们呢这节课的重点是什么呢？在写生当中，就是说如何把笔墨这个墨通过临摹古人的墨法，是吧？比如说我们的浓墨法、干墨法、实墨法进行强化训练，表现在我们的这个纸面上面来、画面上面来。第二个，对实景的关照，如何解决这个传统的笔墨对应我们这个写生的景物，比如说树啊、石啊、山石结构啊、坡石等等，进行描绘和刻画。难点呢，就是要求大家对景物的观察，真正理解我们传统的经典笔墨它的表现的真正的含义。第二点，也就是说如何强化我们这个笔墨的经典语言的运用。通过我们这个经典笔墨运用，通过画面体现我们对传统这个笔墨呢更进一步的深化和认识。下面呢，我就想准备布置作业啊。今天呢，我们呢要准备再画一张墨法的写生作业。这个墨法写生作业呢，要给大家画一张作业，希望同学们经过这个墨法训练呢，能达到控制和驾驭这个墨在纸上的把握和处理，达到我们的整个课程的设置要求，是这么一个目的。下面就由我进行这个作品墨法的示范写生课，通过写生给大家认识到这个如何经过这个笔这个墨，主要是讲墨，这个墨在转换在我们这个画面上面的整体效果是如何处理和表现的。你不知道吗？真不爱让我不爱好，真不能好好沟通了。徐文岩老师，在这里画整幅画，说你应该就是画的顺序应该是怎样的？你怎样开始这个？我觉得这种开始很难开始，你应该怎样开始这幅画方面？问这个问题是吧？啊，同学问我这个画怎么开始，我感觉先把这个近景呢，作为一个刻画的一个主体的一部分，是吧？他原本画画一般开始先从。一般来说是先从近景画，画完以后到中景到远景，这一般的写生规律，这样容易控制和把握你的画面和你的整个组织的整个过程，是吧？不大容易失误。但有些有经验的人从上面画起也行，那是另外一种个人的表现习惯，是吧？这样就比较容易，不容易画坏。这时候按照这个顺序，开始前中后
这样就不容易画面就容易按照顺序来画，就比较容易有把握，这么一个概念。这画的丰富点就出来了，然后就这么一个概念，对吧？它就丰富了。如果是你都是开胶墨，它就东西就没有这么丰富，墨色就少。用那个北宋那种笔法来画的，那个米字啊，对，叫墨中见笔啊。还有注意，你看这个团墨里面它是有层次的，从上面重上实下虚，上皮虚皮头，但是这个皮头还要里面还要加一点，有点干笔的感觉，它就有厚度，是吧？是长竹笔，它笔中有笔，就是说水分里面有笔，它就不薄，它厚实，是吧？不是死墨，同学们有时候画不注意，一片墨是平的，没有层次，没变化，它现在就变化性了，就有丰富了。啊，这是后面一组山。刚这里用了一些线，感觉线里厚度还不够，还要加点线，因为我在上面等一下还要做穿插，做点墨。墨法。大现在是现在有大粉点，现在我这个用点是用刚看见啊，现在我在演示大粉点，小点，小粉点，你好，你好，以后你请您说一下，嗯，张老师啊，墨法有哪些基本的这个技巧？点吗？无非就是点数点，大粉点，小粉点。在三十点上面，在竖点上面呢有，是吧？什么各字点啊，介字点啊，是吧？这一类的。那关键应该注意哪几点？注意叫笔和纸笔之间的气眼要留。哦，一个是气眼。还有墨点之间的连贯性，它所谓几点呈现，有些点要连，在连里面它又断，断连的要结合的非常讲究，不连它气又断，连得太密它又死，所以这个要把握。什么？你说什么？你在画画吗？比较常用的这个点法，笔法。点法。刚才不讲了吗？笔法。我提不起。慢点，动刀倒了。刚不是讲了，又来问了。我提不动。中刀应该把它倒。这样点下去会不会很碎？哪个？就是说这种点在画面上面，它要它可以还要调整，它有面的关系，是逐步调整，它不是一次点到位的，是吧？它笔里面还要见点，里面还要见笔见质地，所以说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穿插在里面，一些山石的基本的一些石的
厚度是肌理在里面，它就显得厚。为什么刚刚要画的画的皮在里面呢？就表示里面不单是它有结构在里面，是吧？对。你都晒满了，它这十分结构肌理它就不见了，是吧？还要叫留一些这样的肌理，画成穿插，就是有一些就是带在一起。它穿插和点呢、啊，它要同时互用。就单是全是点画嘛，就是点呢、啊，它没有线的，作为一个框架，它是很难成立的，也立不起来的。要不要注意点的方向感呢？那肯定有方向感，是吧？但是有时候你会点的话，方向感是多变也行，但最后还要归拢，它画面最好有个气势。如果是整体是朝这边点的话，要一个整体画面一个气，要朝这边整个一个方向，一个朝向，基本上它朝向点呢，它可能会统一。但是点不好呢，它往往容易单调，也容易单调，所以要又要。多点要反点，但是呢方向相对统一，但是统一的太一个方向以后，它就显得会单调。这里面还有大的长的点和短的点的区分，这圆的点和半圆点的分别，它就范围会丰富了。杨老师，为什么这边的山画的那么黑，还那么黑，这边画那么干呢，那么淡呢？但这边不是一个，这边稍微。就是按那个西洋素描，它不是西洋素描，它不等于同素描，它画面要有一个节奏感在里面，是吧？节奏感里面，这边重，这边就轻，或者这边是向阳的，这边是背光的，它有一种感觉，它不能说完全用代替西洋画那种素描那种概念来达到我们一个审美要求，是吧？只要画面哎这里虚了，这里可能就有一块大块的墨来对比，这么一个概念，对。这个形不断调整，但是里面还是有点透了，是吧？没法死，是吧？这个都根据需要，都有一个绝法无，就法无定法，应该来说，是吧？那有些人习惯先浓的，有些人先淡的。啊，可交性，麻烦了，啊，可交性。法无定法是不用说了，可交性。啊，哪怕这个单白一点都可以。这一般来说，先从中灰墨开始定调，是吧？然后你就有个发展一个拓展一个空间，可以朝湿比较重一点的墨，再重一点的墨照，这样有个层次丰富了，是吧？等于是浅灰墨、重灰墨，是吧？在这么几个层次下去，它就可能就会画面层次更丰富，它又不容易死板，它会灵活。要是请问，就是说表现这山石结构的点和下面的树叶的点。应该来说是有点区别，是不是？因为下面的点呢，它会可能会更具体一点。比如说这树叶叶法来说，是吧？比如说这叶法，可能它会更趋于具象一点。比如说这个树叶点啊，你要垂一点，对吧？用点法。
是吧？上面可能会更自由一些，一般来说啊，这上面它是和那种灌木草在植被，在山上的植被，可能它会更疏松一点。那前面是个前景的话，可能就要画的相对来说稍微严谨一些，这么一个概念。这是前面用些熟点，也是墨点，是吧？熟点。打羽毛球，男同学跟小赵犯下的一个。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看得懂吗？看得懂吗？看不懂。看不懂。嗯。看不懂问。不想问这么幼稚的问题。大声点。看不懂还不好意思，看不懂还装看懂。没有啊，我承认我看不懂啊。看懂就对了。看不懂就。这是中国话的意思。都看不懂啊，这外洋老板。我他妈在调整画面，对吧？我调整画面。这里没办法再加点。你画这个是你认为你这张画已经离结束有多久了？还多远了？你有什么想法？受伤，受伤了是吧？够了，时间够了是吧？时间够了是吧？没有，我认为还不够。是啊，你有，他又太小了，我忘了。哎，杨老师。嗯，你虽然说的是磨坊，我想问，磨坊五彩，是不是画每样东西都要画的变化很多啊？那个墨色，它多里面它归成单层，画面还要单层，是吧？画面，比如上的画里面啊，它墨，比如黄梅红那个墨长天，这里的很多种笔法在里面，最后它归到天人合一，它很单纯，一个画面一个境界是单纯的境界，它把那个画面很多点很多千笔万笔。他最后还是画花了就不行，他千万笔他归为是一个单纯的境界，他对这个是一个技法，技法是为境界服务的，是这么一个概念。嗯，这样到底什么样的单纯境界？嗯，这个是这种，这是到底对审美的认识和看法，是吧？就说你需要苍茫的，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画山水画啊，里面有很幽静的。有意境是吧，很甜美的意境，或者呢很雄浑的意境，是吧，它是分了有境界，通过你的画面能表现出来。那有些画呢，是吧，就看你对画画本身的学养和修养的程度，可能才体会到画家这幅画的他的最终的想法和追求目的和目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的，就是除了米芾和王宾虹，就是说以墨为主的画家，还有其他的一些画家呢？我这些是一般是代表性的画家了，是吧？王宾虹啊，还有龚贤呢，是吧？你包括石涛也有一部分作品也是用墨来画的，是吧？它不是每一幅画都是浅绛或者是淡彩，很多画因为是水墨为上层，中国画有这么一个理论。水墨它是显精神的，虽然它没有着色，但是从墨里面的变化和笔法墨法的整体归纳以后啊，看得出它对这个基本的认识，也是说我们叫做是一种比较静雅的文化，高尚的文化的一种寄托，不着一色，他就感觉墨本身就是色，墨不能不是色，墨是墨彩，本身就是颜色在里面。那个中国画与水墨画有什么区别？中国画其实也可以叫水墨画，不过现在中国画把我们在分细化，就分成重彩、淡彩、浅绛。其实大的概念，中国画其实一般都叫在国画都要叫中国画叫水墨画，用宣纸拿墨来画的，他认为主体是用墨来表现一种形式，你彩只是在。这个墨的基础上面的进行一些渲染，是吧？和丰富。
这么大墨再混染，然后还可以再浮加，这个层层这样照染，这画面的墨色它就越来越丰富了。加上一个中景的远山的处理，把这个亮的这个甜面把它衬反衬出来，累不累？在杨老师讲个笑话没有？这个累是好累啊，累呗。画画累吗？杨老师激情四射。对，激情没什么激情啊，这么闲就没激情了呢。只是画画而已嘛。
工作，就钟老师导演搞了一下我们，就给我们继续弄啊。拿了吧，拿了吧，再点了。好的，然后再给你画着。啊，你照着啊。这样通过的压力，通过的关系，啊，我先给你对一下。要领关键啊。给我画出去嘛。我跟你讲，用我们讲的就是十点构成点用，对，大小粉点兼用，对，浓缩蛋蛋粉嘛，还有个就浮顶，啊，这是用我的关节，对，你要把这讲好，用我用什么关节啊？构成也要用啊，大小粉点兼用啊，还有浓缩蛋蛋粉嘛，还有个老虎夹，这个要把它画得很多一点，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们用这些来进行造型，那个好大哦，然后注意那些要点。嗯，我觉得，对，你讲，我想跟你再再扣点，扣点啊，用我来进行。关键是用注意画面的重点，是画面的整体感感受，是吧？注意画面的整体浑厚，这个整体性和统一性，整体性。技法呢，就要用大圆点，是吧？小圆点，这个你没注意的，你技法你没办法。哦，你将造型的注意整体感受。哦，注意整体感受，对吧？整体感受，注意在统一中有变化。啊，对，很重要，对。哎，不然我想讲个魔法，魔法看情况，魔法它是黄明宏的五笔青墨，五笔五笔青墨嘛，对，可能让他体验。这可以啊，五笔青墨法嘛，啊，五笔青墨。别人提出呢，五笔青墨什么是五笔青墨？不要那么奇葩了。我是懂了，是吧？你把家庭来了嘛。或者到你有跟学生讲，回去读一下黄明宏关于五笔青墨的理论基础。哎，他们不要了，你上我上我，下课回来，下课下课。这个太阳可以拍吗？拍什么？拍小姐。可以吧？那个画的差不多吧？差不多，等我把画面转过来了啊！转过来，那肯定转过来了嘛！我先拍这个镜头，转过来，小姐还是拍这张照。哎，冯姐，你看这吊着他小姐，你看这个机位啷个摆？是，看看，他就是这样啊，就像刚才一样。跟着小姐合适吗？合适。可能这边有个整体机位要对着画，要对那边那么闪了吧？闪的在补啊。没事，他要站在，没事，闪要补的吧？啊，你要从那边过来。哦，晓得吗？你在这边拍，得不得？因为他小姐，他可能现在要面对的是电视机观众了。看一下。通常对这边呢，很暗啊，对吧？逆光不行，很暗啊，没得。很暗啊。很暗那边。今天还是点不了这家，哎，这家。要问他。那你我。反正我都不知道我。习惯了呀。
天我给大家进行了这个现场实地的这个写生，通过这个作品的整个从开始到完成，是吧？我呢想总结出墨法的四个要领出来。第一，首先是画面里面勾春茶并用，这个要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就是大点小点并用，大点小点的并用，大点小点并用，大点。第三点就是浓墨淡墨的并用。第四点是福加不断反复福加法的运用，就层层福加法的运用，是这么四点。经过小结，我总结出我画写生的这么几个写生的几个要素点。实地写生，在我的写生当中里面，对笔墨法的认识，我认为因为这个墨它是在解决了形的基础上，应该是注意注整体观察，注第一个整体把握，这是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就不要把很多小的这些东西带进去，是整体的画面整体完整，是注整体去枝节，这是一点。第二点是重地域环境的整体把握和整体感受，就容易把我们这个笔法和墨法贯穿和带进去我们画面里面去。第三点是说，希望同学们经过这个写生作业的练习，希望回去呢再精读一下我们黄平鸿先生的一些墨法和笔法的经典论著，就是五笔齐墨法，进行研读，理解传统，理解今人对传统的认识，是吧？提升我们的美学这个思想，是吧？提高我们的审美趣味，对我们下一节课的进行会有极大的帮助和提高。